众星遇到周杰伦有什么反应？华晨宇都不敢整活了。请华晨宇与我们分享好吧。好突然，突然 Q 我，我现在有点抖，因为这个荣誉是我从小爱到大的，我心里面最优质的音乐人给我颁的这个荣誉。我好紧张，我都不敢看他。这王俊凯坐个出租都要跟别人炫耀合照。什么？合照？合照？上面看，上面看，你看这是谁？哎，你看旁边那个人谁？在演唱会上同台时差点激动的哭了出来。啊，帅啊，而且你知道他越来越高。当然了，开玩笑，我其实就是从小就听杰伦哥的歌长大。对，然后特别开心，就是高考前还去了一下杰伦哥的演唱会。林更新更是连续闪现，只为多见他几面。我一早开车从苏州开到上海，紧赶慢赶，然后倒腾了一下，赶紧去见我的偶像。然后杰伦哥问我哪天看那个演唱会，我说明天晚上好。然后我去了之后，他知道我在，就给我一个点歌的一个惊喜，突然来的，我很紧张。我点一首世界末日，怎么样？第三天，我的好朋友一个手抓饼的一个品牌，他是我哥们儿嘛，说要跟杰伦哥签约。他说：“更新，你过来帮我捧个场。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杰伦，哎，你怎么天天都在？你怎么天天都在？陈奕迅看演唱会被抓包，现场直接嗨爆。OK， 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只能说我输了，也许是你吧。